11号，湖南卫视中秋之夜官宣，我家那小子里吸引无数粉丝喜爱的徐海乔与武艺将加盟中秋夜，与观众们一起欢乐过中秋。早前官微也宣布张丹凤携爱妻红杏甜蜜加盟中秋之夜，另外有着超人气的罗云熙也已经被中秋之夜锁定了。罗云熙还转发官宣微博写道：“中秋之夜不见不散呢，简直引爆期待值。”而音乐新生钱正浩也将在中秋之夜上带来惊喜表演。当然，还有《延禧攻略》里饰演娴妃被赞演技炸裂的佘诗曼也将加盟中秋之夜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何炅何老师也将继续担任中秋之夜的主持人，与宝宝们共度中秋佳节。芒果捞新闻，期待9月24号晚7点半湖南卫视中秋之夜。网上看中秋之夜就在芒果 TV 呀！报道。